讲稿架先拿过来，讲稿架，对对对对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啊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在这。好好好，六个。等等，我跟丽文先给你送过来。送过来，马总统在不在？在。马总统在不在？在。马总统在不在？在。中华民国。万岁。可以的啊，好。哎，美女，让那个我们不是那个过渡，对对对，那个头。各位女士先生，各位好朋友，这一次我到大陆祭祖，是我多年的心愿。我们中华文化讲，慎终追远。明德归后矣，这是一个伦理教育。尤其是我很快的就要满73岁了，却是第一次到大陆。但是我欣慰的是，大陆的民众对我的这个扫墓都非常的热情。大陆媒体有播放啊，我扫墓祭祖的镜头。短短一天呢，就有1亿2000万人点赞，让我感到意外，但是也相当的感动。可见呢，人性是两岸共同的一个特质。第二，除了祭祖以外，我有带着台湾的年轻人跟大陆的大学生交流，在3个大学，武汉大学、湖南大学跟复旦大学，两岸学生的座谈。效果都超乎预期，因为每一次讲完了之后要上车之前呢，他们还依依不舍地在交换联络的方式，这让我感觉到重新恢复两岸交流呢，产生了无比的信心。各位，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，越早交流往来，越认识彼此，往后发生冲突的机会就会降低。这次我们踏出了第一步，所以我也邀请了大陆的同学到台湾来访问，由我们基金会来做好接待的工作。第三，这一趟旅行下来，我发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媒体评论所说的九二共识又活过来了。我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坚持九二共识，求同存异，彼此尊重，和大陆就可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，可以尽速恢复交流与对话，这样子最符合我们台湾民众的利益。目前呢，我很忧心当前的情况，我们的执政者把台湾带入险境，未来就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。我会在民间继续努力，让台湾有真正的
和平与繁荣的安全未来。最后，谢谢大家。蔡总统加油！谢谢谢谢。蔡总统说您的两岸论述过时了，都是1970年的。总统，蔡总统，我们有一下子的。